都来排队。敲响铜锣，发龙吟活动正式开始。发大财！发财！发财！民众接下关圣帝君的龙吟，常常人龙队伍绵延，因为这龙吟能帮助事业财运。为了抢头香博好运，有人一大早就来排队。七点就来了，哎，我每年都会来排。我今年第一次。今年第一次、啊。对，被我爸拉来的。希望事业可以更顺利。台中的南天宫在农历年前发龙吟，让拿到的民众在新年能开运招财保平安。12月15号，也是我们本宫举行霞太岁这类活动。我们今天特别的准备的活动，是有发这个钱母地钱给大家准备除旧布新，迎接未来。现在抽地金下面哈。现场摸彩抽现金和金项链，幸运儿笑得合不拢嘴。年初一还会再发放龙吟，就是要让民众在金猪年讨吉利，赢得好彩头。三立新闻邱瑞阳台中报道。不过即将到新年。